稀饭包子盖饭炒炒菜，就这儿，我就吃这家，我就吃炒菜，我好想吃炒菜。那你现在吃的面，面馆比较多，蒜苗。哦，他们老板没得啊，他里头干。土豆丝、青椒肉丝、回锅肉，你看有三层。香菇。蒜苗回锅吗？蒜苗回锅吗？啊。啊，那上面挑了几根吃啊。好。哎。哇，该回锅了。我要点嘛，啊，要立点噻，我吃点噻，我吃下味道看，你要多少浪费？回锅肉，菜没有几片，肉特别多，全是肉。哇，骨头汤。现在一点，哦，都不行了，爬了两个小时山。35.86，把这肉吃完。今天爬了两个小时的山，白爬了。你们这个汤是骨头老骨头熬的，啊，这骨头汤噶，嗯，你喝了好喝的这个，好浓啊，这熬的。吃一碗饭，差这一碗当两碗，还是冒险。但是真的这两个小时的爬山白爬了，肉太多了，那个春游去了，外面好多学生。你唱点儿歌。三十。不生海，三十年。我感觉还是有点贵哦，这里面物价确实贵。我前两天我去吃面啊，最便宜的面13块钱，二两。第一天我去吃了那个芹菜肉丝面，点了2两，13块。然后第二顿就吃了那个牛肉炒面，16块，大份。他分大份和小份，小份15块，大份16块。但是那个牛肉就只有点渣渣，有那么4-5个渣渣，这么大。4-5个这么大个渣渣，我就吃了个2两菌子面，18块，就是那个青冈菌，青冈菌加鸡肉吃的那臊子面，18块。所以说这里面的消费确实贵啊！你看我出来那天晚上，我在我们县城吃那个卤肉面，9块钱3两啊，应该好像是3两吧。那这么长、这么宽的卤肉，5-6片，哇塞，那个才9块钱。这里面，物价确实比我那儿贵。我现在重新改回里县，开20公里。
前两天就住在这儿了，这个吉祥谷大酒店旁边的停车场，免费停车场。他们这停车好像都不收费吧？因为这儿这个县城里面县城比较小，人也比较少。好了，就停这儿。看对面这个山上现在有雪，我前两天看那个山上都没有雪，今天怎么有雪了？昨天晚上又降温了。